彩虹铃呢是一首非常优美的江南民歌啊、哦、它呢就是描写那些年轻男女啊、哦嗯、他们在这个踩菱角的时候那种欢愉的时光。是他们一边踩菱角一边唱歌。现在欢迎来自夏日之声队充满舞台魅力的这位林明辉编号六联合谢亮子一起演绎这首歌。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得呀得郎有情得呀得没有心就好像两角铃出来不分离呀我俩一条心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得呀得没有心呀的郎有情就好像两角铃也是同人生要我俩心相印我穿了刀无形呀你看呀嘛看分明湖水清呀照酸云就好像两角铃划着船刀无形呀你看呀嘛看分明就好像两角铃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铃呀彩虹铃得呀得郎有心得呀得没有情就好像两角铃也是同一声要我俩心相依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铃呀彩虹铃得呀得郎有情得呀得没有心就好像两角铃从来不分离呀我俩一条心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铃呀彩虹铃得呀得没有心呀的郎有情就好像两角铃也是同人生要我俩心相依我穿了刀无形呀你看呀嘛看分明湖水清呀照酸影就好像两角铃划着船刀无形呀你看呀嘛看分明就好像两角铃我们俩划着船的彩虹铃呀彩虹铃得呀得郎有心得呀得没有心就好像两角铃也是同一声要我俩心相